者陈慧玲台北报道，陈升将展开华人公寓30周年巡回演唱会，没想到一登台竟然当主持人黄子佼。先说黄子佼，最近有大喜事，没想到随即亏黄子佼大梦等如19岁的组合是老牛吃嫩草，还亏黄子佼怎么开得了口向梦梗如求婚。听到陈升亏自己老牛吃嫩草，黄子佼立刻拿出刚当爸爸的天王黎明垫背，说黎明比女友大20岁。陈升今天还告诉皎皎，其实我以前很不喜欢你，油嘴滑舌的。今天陈升也谈到以前骑机车赶通告，还有一场校园演唱的酬劳5000元等，觉得当年5000元就很多了。陈升华人公寓30周年巡回演唱会门票将于4月28日开卖，售票可洽年代售票，7到11全家、莱尔富、 OK 电力商店与家乐福。华人公寓演唱会记者会，陈升、黄子佼，记者潘少棠社。华人公寓演唱会记者会，陈升，记者潘少棠社。陈升将办30年巡演，记者陈慧玲社。